风车曼斯男的欧巴李钟硕，在韩剧中饰演从漫画走出来的主人公，帅气又精致的五官身材迷倒亚洲一票少女。台湾那个曼斯男这样的片应该有，台湾也有这种曼斯男这样子的一个词吗？啊好，钟硕是这边的，身边是一个새로운可是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期待期待。啊，너무감사하죠감사하고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给我取了个这样的绰号。外貌的점수를내기자면한5점정도如果来评价一下我的外貌的话，大概5分吧。10分满分的5分。잘생긴사람이얼마나많을까요这个世界长得帅的好看的人太多了。为了拍戏常常要增减重，李钟硕也透露自己维持身材的小撇步。模特儿出身的他有没有最满意自己哪个部位呢？아하몸매에서가장만족스러운부위라제가가슴이랑어깨는좀이뻐요我觉得我的胸线跟肩膀的线条是比较漂亮好看的제가일본팬미팅을갈때만해도5kg 정도가쪘었는데감독님이다시빼라고해서다시뺐어요我在去日本做办见面会之前呢，其实我是增胖了5公斤。不过导演突然间跟我说，你还是再把它减瘦一点好了。结果又把它减掉了，所以现在又减肥了。글쎄요비법이랄건특별히없고그냥남들처럼식단조절하고운동하고그정도인것같아요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就是跟一般人一样，就是可能饮食控制，然后多做运动，就这样的而已。每次拍的作品都大获好评，收视刮波镜。欧巴李钟硕则说，会选择自己喜欢的去拍摄。저도드라마를굉장히사랑하는사람으로서그냥볼때대본을볼때재밌는드라마를선택을해요근데정말감사하게도했던드라마들이잘돼서시청자취향이랑비슷한가봐요제가我自己本身呢也非常热爱电视剧，所以在我在选择我的剧本的时候呢，我都会以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有趣、很喜欢的这样子的剧来去做选择来去诠释。那结果都蛮有不错的成绩，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在想说，是不是我的性向啊，我的喜好是不是跟一般的观众朋友的喜好差不多呢？所以可能我选的也是刚好大家都喜欢看，所以收视率可能比较好吧，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哇哦，News新闻网，欧巴好帅，采访报道。